后宫的女人是否有真正的朋友？就算我做了帮凶也好，我也要把一切都说出来。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。后宫的女人是否一定要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？奴婢为夫人做任何事，可奴婢不敢杀人，更不敢杀皇后。必须和其他女人等待同一个男人临幸，到底有多少恨，多少怨？10月12日10:00，请看明式古装精致大戏《母仪天下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葛雷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部好戏《母仪天下》，在明式频道每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播出。我在里面演公孙夫人，很精彩哦。